近几年吹起了一股登山热，但是您知道线上也可以爬玉山吗？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从2016年建置了 3D 图台，今年大幅的改版，不但增加丰富图资，更增加了 3D 飞览的功能，拟真呈现了玉山的样貌，民众也可以借此来趟虚拟玉山之旅。登山客常用的图资，我们也都把它放在一个登山资讯的画面里面。如果说都没有走过，点上面有一个步道飞览影片，点开网站，空拍玉山画面完整呈现在眼前，就算没有登过玉山也没关系，透过 3D 飞览拟真带你线上爬玉山。没有到过现场，但是你看过那个系统里面的环境之后，你就感觉像是身临其境。然后以前都是徒步走在玉山的步道上，然后第一次透过就是 3D 飞览这个图台，是用不同的角度看玉山。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自106年起建置 3D 图台，今年大幅改版，增设登山资讯、主题地图等丰富图资，并将步道做分级。由于累积够多图层，更增加 3D 飞览功能，民众点选想要的路线，就可以来趟虚拟玉山之旅。说像是飞览玉山呢，让这个游客哦，他不用自己去登玉山，他只要在我们图台上哦，就可以从我们的图台上去从空中去鸟瞰玉山。3D 飞览功能更是台湾国家公园中的首创，提供更多元选择，符合不同族群使用需求，让登山安全更有保障。记者南投综合报道。